大家好，我上海分局记者李秋莹。昨天夜到十点钟，突然接到封小区的通知，就要回马仁紧急安排第二天的检测工作。劳动处讲，只要阿拉准备好了等医生，不好让医生来了再等阿拉。夜里一点钟开好会，早浪向八点钟不到，大家就到广场街贴标记了拉隔离带，口罩、防护服该穿穿，该戴戴，就怕有人没搞清爽。劳动处再讲一遍，阿里几个人来了阿里几个岗位。我的工作就比较普通，看看居民还算检测预约好了吧。如果不会弄，前头就会得有人帮侬。搿日大伯呢也分了好几组，有个人帮我一组负责扫墓，有个人呢就负责扫墓排队，然后带居民到上台去做核酸。还有眼同志呢就辣盖上台协助打姓名条。按照线上线下同步叫号，居民勿叫勿动，人多的辰光呢，学生跟老师就优先。阿拉侪是过来人，上课考试还是应该第一位的。学生早眼做好呢，就早眼回去读书。一天下来，六个钟头采样了4200多个人。医生志愿者老不容易，有个人到下半日3点钟再吃第一顿饭。希望搿趟疫情早日结束，大家才能回到正常的生活。